俩这个默契劲儿啊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呢。妈，你能不能不老说一些奇怪的话呀？我有说什么呀？是你自己想多了吧？你到底什么时候走啊？说住一个晚上，这都第二个晚上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那人家小顾都没赶我走，哪轮得到你赶我呀？是不是小顾？好。啊，对。走，走，吃吧吃吧，来吃个包子，来。哎，哎，你们俩今天不赶时间啊？我今天回学校跟老师讨论毕业论文。哦，我也回学校。那你们一起回吗？嗯。怎么了？没有，回答得太自然了。你回学校干嘛？老校区的实验呢？江教授今天在新校区，找他有点事。哦，这样啊。你还听相声吗？啊？还听相声吗？哦，我最近太忙，忘记下载新的了。嗯，我下载了。非常热情的掌声，谢谢。有认识我们的朋友，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。哎，保不齐。先做一个介绍。好，我叫岳云鹏。是您。和他跟您说一段。哎，你等会儿。大家伙儿。您等会儿。什么叫和他呀？怎么了？我叫什么名字？您说呢？你们鬼鬼祟祟干嘛呢？今天阿姨要来查大功率电器，那就放在老地方好了。走廊尽头的那个小房间已经被发现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我打算把锅塞到脏衣篓里面，阿姨肯定碰都不愿意碰，这样我就躲过一劫了。你这是多久没洗的袜子？梦露问她男朋友要的，她男朋友又和她宿舍的人要了一堆。干嘛呢？收拾卫生，藏锅呢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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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俩收拾脏衣服，打算一块拿去洗呢。那什么呀？脏衣服。松手。啊，衣服可脏了，两周没有洗了。脏就对了。寝室卫生也是这次检查的重要一项。有那么饿吗？袜子都煮着吃了。毕业了来找我取锅吧。我，妈，阿姨，
哦。